在中国云南省丽江有非常有名的雪山叫玉龙雪山，在中国玉龙雪山并不陌生，但是每到过这儿的人来说，它的美是陌生的。这是云南旅游必去景点。这座美丽的雪山高达4500多米，常年覆盖着厚厚的冰雪。玉龙雪山是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族心目中的一座神圣的山，传说玉龙雪山是纳西族保护神三朵的化身。